可以搭上我们比较微性感的洋装，再来第二个它是可以搭上比较休闲牛仔裤系列的上衣，所以这个罩衫它是非常特别的，这个在外面也找不到，它是立体印花的针织，有没有看到？是立体纹的，所以呢，其实它有黑跟白都非常非常好搭，非常非常好看哦。然后罩衫它就是有没有？刚刚我们看到立体纹路的，它是针织，是保暖的毛衣针织材质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，因为其实穿洋装的时候，很多人不知道要搭什么外套，就是觉得是要搭披肩又有点太冷，搭大外套又显得有点厚重，所以很多人会选择一些针织衫，比较特别的针织衫来做一些造型。还有黑色，这两个颜色都卖得很好，黑色穿起来是非常唯美显瘦，等一下搭上牛仔裤也是非常非常的厉害。所以呢，它是保暖材质的针织衫，外面绝对不可能会有，非常非常的好看。如果你在找罩衫或是想搭洋装的，可以买它，真的很特别又好看，跟一般的罩衫的款式都不太一样哦，它就是简单的版型，但是有一些设计感。